大家好，我是鱼香泉，这还是我新签的车啦，三月多，应该算是媒体首曝光了。哎，你刮到了？是，不会吧？你已经刮到了，没事吧？很有事，很有事，你的技术果然不行。这次不只是媒体首曝光，媒体首曝光。哇，超惨！哇，很大！哇塞！打掉啊！我觉得打掉不行哎，电击嘞。目前你身边才搞第一名。我吗？再来就他。我们家三个都差不多啦，我们二姐差不多，二姐开车也是现在乱开的。我跟你讲，有一次我妈很想看我的车。我跟你讲，我妈哦，真的不行啊。她可以开到那个反那个机车逆向的，她可以开上去，然后在那边开窗跟她对骂，我就开上来了嘛，你怎么样嘛？那三宝中的三宝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次是那个晚上的时候。那个阿姨戴个墨镜开车，然后在那边跟我一直撞那个旁边那个安全帽，对，就是哐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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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，你把墨镜拿掉好不好？他说哦，那是这样啊，傻眼，你会傻眼，你知道吗？快车，快车！大家好，我是鱼香泉，这还是我新签的车啊，三月多，应该算是媒体首曝光，好像没有被拍到过。可以载我们一程吗？可以载你们一程，当然可以。柔，下来。哎，不好意思哦，我要下车的意思是吗？柔柔，嗨，大家好，介绍一下，我是柔柔。我一开始也不会开，他是要先按这边拉，就开起来了。请上车，来内装了是吧？对，哎，谁？谁放屁？哎，谁？哎，摄影大哥，这真的不要在人家车上这样弄好不好？太恶了！哎，不要在人家车上这样玩。喂，而且他这个还可以调从哪里放出来的。哎，轩在放屁。轩，你不要乱放屁哦，轩。那你们怎么都不安全电脑？我们不放屁的。他偷拍照，对不对？我们来吓他。你看，如果他会很热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这边空调是已经开的。嗯。所以手机可以远端操控他空调。可以操控。他们没吓到。为什么他们没反应啊？而且远端可以操控行李箱，你看这很帅。好帅哦！真的很帅。他吓到了。他的喇叭还可以有放屁的声音，有 DJ 的声音。一般喇叭不就这样叭一声？哇！这就是喇叭声，到底谁会用这种喇叭声音啊？他刚签车第一天，他就把它用成 DJ 的喇叭声，后来是我叫他把它改回来，因为你太丢脸了，你真的很无聊。不是，好玩嘛，就好像男生拿到玩具一样，像玩他一样，真的像玩具一样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要去哪里呢？不好意思，因为我们肚子饿，摄影师都没有吃饭，我们想要去买个食物。食物是吧？好的。他平常你有推荐一些你喜欢的餐厅吗？每天啊，每天是我蛮常去吃，而且在疫情期间，他们打外带还有66折，他直接帮你当那个 Uber E 了。嗯，直接帮我当，你这 Uber 加 Uber E 的概念是不是？对，加送你去，然后又要外带，好 ，OK 啊，没问题啊，反正我现在也没事啊，好 ，Let's go。他这是可以直接用语音的，来，你来讲要到达的目的地。每天，你要说每天餐室哦，不好意思，再次，每天餐室。好，然后他这里就会显示呢。你到这边的距离要多少啊？然后要花费多少的电？就这么的。那个左边那是怎样一直有人出来？这个就是它会测量啊，从上面卫星打下来，然后会看到旁边的车啊，然后这就是前面的货车啊。好酷哦！摩托车经过也会有，你看，它连那个三角锥都侦测得到。你有遇过那种明明旁边没有人，但是它荧幕显示很多人的吗？好像有时候会哦，晚上的时候。明明只有一两个人，他跑过去哦，很快这样跑，不知道为什么。马拉松。对对对。他的重击还是重击。没有，而且路人还在前面，有没有？很像在打电动的感觉，对不对？他刚才旁边那个有一个机车骑士过去，红红的是怎样？就他会离你太近的时候，他会警示，或者是你刹不住车的时候。而且你知道为什么我会买这台车吗？为什么？其实是有典故的。两三年前了吧，我去上宪哥的节目，然后宪哥那时候就买了一台特斯拉。嗯。那我就问他说，宪哥。那、啊、你特斯拉你开的好不好开？他就说还不错。那我说零到一百你给他几分？他说120分。
满分是100哦，他给他120分哦，所以那时候我就很想换特斯拉了。所以我在看在网络上的评价啊，各方面的我都看了很久。Model 3，Model 3。特斯拉型号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会想要选 Model 3？因为就便宜啊，预算有限。那可以请问一下，你这台车买多少钱吗？这台车我是买 Long Range， 它其实有三个版本，那我是买中阶的，大概快200啊。它是可以跑比较长途的，然后没有那么快。它有一个 Standard 是最基本的，可是我觉得那个比较不实用，因为它充电跑的里程数比较低一点点。那你这200是？你该不会现金给他吧？当然不是啊，贷款啊，哪来那么多钱啊？自己刚好赚了通告费啊，存一存，然后有到这个钱，然后我上台车就卖掉，然后刚好就把头期缴了，然后一个月是要缴25000。你爸妈有帮忙？我爸妈，我爸啦，就是他对我比较好一点，他是说选颜色，没有说不好，我不要栽赃我啊，选颜色的时候，然后我说。哎、欸、爸，你觉得什么颜色比较好？哦，当然是红色啊，喜气啊，帅啊。然后阿姨说红色就对你来讲很旺。对，她说红色这个颜色很旺你。很旺我。对，我也不懂什么意思。就我说，哎、欸、爸，可是红色要加75000哎、欸，他是真的红色要加75000哦，我没有在骗我爸。然后说啊，没关系，爸爸帮你出10万。我爸就很大方。这红色真的很漂亮，爸妈看到有就很开心。有哪有阿姨说这个红很丑？哎，没有说很丑。有，她说不好看。那时候你刚去带她，阿姨就很开心。她就是嘴巴跟她嘴巴讲的跟心里想的是不一样。你看她那脸上那个表情。你有问过为什么她可以加这个钱？我怎么知道、啊？哎、欸，可是它白色的，它白色的，我记得我那时候是3月初我就订车了。嗯，可它白色要叫我等到6月底。没货，没有货，大家都选白色，不用加钱。然后黑色、蓝色都要加3万，红色加75000。我们有问过那个卖特斯拉的那个业务员，然后他是说，因为这就是比较少，红色比较少，就当做它是限量的，所以加75000。而且重点是他也没有别的什么让你好加的。你确定？但你刚刚说让你好加的，跟我讲说你这台尊爵不凡的白色内装，白内装也要加钱，白内装要加钱啊！白内装是他选的，他很喜欢白内装，所以就看起来比较有质感。加多少钱？3万5，3万5。所以爸爸的10万花完了。花光了，啊，都对不对？帮我这么大的气，帮我出10万，我就把它全部花掉，贴个5000。爸爸有同意这件事吗？那时候其实他有骂、欸，我一开始买到车的时候，他不知道我是买这个中规的，他以为我是买standard，就是低标的，因为价钱还是有差到大概30万左右。他一个接就是30万，他那时候是同意我买低规，因为他说你自己有赚钱、啊，你自己决定啊。结果没想到你一吹就给他吹到底。我没有底啊，我是中啊。我中间啊，那我可以问一个很世俗的问题吗？是，特斯拉是完全不能加油，它不行啊，只能充电。不，当然不行啊，纯电车啊，所以这个也是有好处的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人也是很算怎么样，精打细算的，因为第一个是油钱省的，保养不用钱，保养不用钱，不用保养啊，完全不用保养啊，要吧？不用，电动车是完全不用保养的，真的很省、啊，就会每次看到加油站就经过，就忘记加油站是什么，你就想。那刹车是一开始你开车会不习惯的，比如说你吹油门，然后你放掉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它就开始减速了，它会自动减速，它是用电刹的，所以你不太会用踩到刹车。柔，你听得懂电刹吗？我听不懂，可是我有听那个人有跟我们讲解，就是他放掉油门就等于在刹车了，对，就不用再另外踩刹车。柔柔应该蛮晕的吧？他很晕啊，别人说你不要开那么快好不好？而且重点，他到那高速公路都给我狂飙车，因为他要测那什么0到200，0到100啦，200你个头啦，0到100要几秒？哎、欸，可是0到100真的很快，你会有贴背，贴背，那么帅，贴背。我现在可以试试看。现在这种路不行啦，你在这边就要出人命，是不是？不要闹事啊！你还有一点理智，我有理智的，不能乱开车。是它0到100都多快？可以。这台是4.4秒，所以它的 CP 值算是非常非常高的，因为这台车是接近200万嘛。嗯。可以这种速度来讲，是要千万超跑才会有这种的速度。哦、对，我可以测一点点给你看，这种感觉。太贴背了。就是这种，我还是开到舒适哦。它接下来可以在这里有一个驾驶的地方。它可以调加速，标跑车模式标准就是这样。然后你
然后你就会感觉到很深刻的贴背膜。你刚刚在踩那一下，就事实，因为这边限速40，我就40，四十我就放了。所以刚刚我们大概0.5秒而已，然后就直接到40，就你会贴一下，你就会贴一下，而且开这车其实都没有声音啊，就是你会觉得一开始会不习惯，可是后来觉得你会觉得哦，还蛮舒服的，然后就一个手机就是钥匙了。一台车可以连十几台手机，就当做钥匙。他会给你一个卡片，然后那个卡就是你手机没电的时候就用那个卡。对对对对 对。而且它这里还有无线充电，手机放在这里就是在充电了。可是很奇怪，好像只限 Apple， 其他的都不行。然后你知道我鸽子为什么不贴吗？因为太贵了。哎、欸，不是啊，我贷款要缴也有压力，好不好？一买完疫情就来了、啊，哎、欸，那鸽子贴下去，这贴下去很贵、欸。那你现在不热吗？很热啊，我就家冷气开大一点，反正电不用钱啊，那不然怎么办？而且你看这上面全部都是全顶天窗，它是全顶的到后面的。那这个是可以开的吗？开不了啊，开不了啊。哦，好漂亮哦，这个全天窗看起来真的很了不起、啊。对，很美。这个出去你看这个风景。它往上看就是那个蓝天白云，这开就直接帅翻了，而且它可以，我朋友一直叫我去露营，它可以有一个露营模式。这怎么露营啊？它的那个后车坐的地方可以往前拉，就可以变成一个床。对，然后你可以放一张就是一般来讲的那种床放在后面，然后它有一个露营模式，就会有那种烤火的声音啊。你说这个可以烤火？对对对对对。可不是真的火，它就是让你有一个氛围。它的这个里面有那个 Netflix 啊，有 HBO 啊，它的而且画质都是最好的、哦，音响也是最棒的。所以它不是一般的平板而已。不只是一般平板，很多东西，它里面非常非常多东西，电动玩具啊，都是要你停车的时候才能玩。然后除了这个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摄影大哥。不要这样闹好不好？他交车的时候很特别哦，他要你先听完他的课程。才把车开走，不是啊？对，因为有的人不会开啊。一般排档不是坐在这吗？他是坐在这里啊。虽然很多车友已经换了嘛，然后他有这个所谓的电刹模式，很多人会不习惯。教学模式，他会让你比较放心，然后让你检查车子有没有什么状况。可是这个开起来是真的蛮，我觉得 CP 值蛮高的，就是一年一年，比如说你一年可能省了10万，十几万，一定会的。油钱也不用嘛。然后燃料税也不用啊，你不用缴那个牌照税，因为你是电动车嘛，燃料税啦，然后保养不用，就这样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大家不是都说自动驾驶吗？嗯。可是它自动驾驶我没有装，它不是负的，你要加钱。它不过就是个软体升级嘛，我为什么要加钱、啊？我记得好像加10万的，20几万，20几万，超贵的。宪哥说特斯拉120万，你再给他几万？就100吧。因为其实我也开过蛮多车的，它就好像 iPhone 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一般还在用那种开盖式的手机啊，然后就已经换到 iPhone 的概念，触碰式的、啊，以后都会变成这样，我觉得它是一个趋势。但宪哥给120分，那你少那20分，现在向左回转。我也不知道它超过了20分到底，可能就少了自驾吧，应该就是少了那22万。哎、欸，你不要不要有钱嘛，不要这样嘛。好漂亮哦！哇。你们看，有自动驾驶你就看。各位车位，快点帮我，好不好？多发我一点啊！所以这个贷款交起来还是硬的。你像疫情那段期间啊，在家里只出不进，哇，那个感觉是很差的。可是会真的会养成一个好习惯。以前我拿到通告费，我不会去想那么多。可是现在我拿到通告费呢，我就这个贷款快要到了，然后要缴多少钱之类的。特斯拉不只让你开车心情好，还改变你的花钱的观念。没错，改变我的人生啊！而且他就是，假如这个月有多赚钱，他就会多缴几期。改变了我的花钱的习惯，消费的习惯。所以我们是不是要跟一些爱花钱的人提醒他说，买要花这钱不如去买特斯拉？对，因为又省油钱，又不会造成空气污染。又哎，我好像变成他推销员一样，好像不太好哦。不是，我们刚刚讲的都是歪理，好不好？可是真的啊，以我自己来讲，你问他，我以前都没有存钱的习惯啊。那这个车是相对比较贵嘛？对啊，那我就会比如说这个花费要省一点哦之类的啊。所以其实是一个值得投资的，值得投资。我个人觉得，你现在那么爱你的车，你敢把你的车给别人开吗？当然不敢，尤其是我跟你讲。有一次我妈很想开我的车，我跟你讲，我妈真的不行啊，
它可以开到那个反那个机车逆向的，它可以开上去，然后在那边开窗跟他对骂，我就开上来了嘛，你怎么样嘛？所以真的不要好了，算了，我们好好载你就好了哦。你在这你就放心，你要去哪里呢？洗头发、做指甲什么，我都带你去，没关系。你可是你要开我的车，先不要。目前你身边参考第一名是你妈咪？我妈，再来就是她。我们家三个都差不多了，我二姐差不多，二姐开车也是在乱开的。所以你唯一安心的驾驶是用自己本。自己本，我爸 OK 啊，毕竟他出赞助十万。等一下，所以你觉得路上的三宝大部分是女生吗？对，他就是这样觉得，因为有些车子就开很慢，或者是就比较偏的那种，他就说这一定是女生开的。不是，因为我跟你讲，对不对？认不认同？认同吗？好的，这一定是女生开的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妈也会，她就是每次抓车，哎、欸，她可以给我在那边这样子把它搬出来，边开然后边这样画哦，然后涂口红哦。我就觉得你到底在开什么东西？你要把我开出来，我还开出来，然后差点撞到她开窗，你干什么？What's going on？ 就是三宝中的三宝，你知道吗？还有一次是那个晚上的时候。那个阿姨戴个墨镜开车，然后在那边跟我一直撞那个旁边那个安全帶，对，就是哐哐哐哐哐，因为我那时候腿断掉，他去接我，然后我说妈，你把墨镜拿掉好不好？他说哦，要是这样啊，傻眼，你会傻眼，你知道？那如果今天你的车跟柔掉水里，就是？有。还要想那么久、欸，车子我也没办法救啊，对不对？我一定有人不会游泳，我一定救你啊！救车干嘛？你们平常在车上会吵架吗？很容易吵架，蛮常的。都吵些什么啊？开车的东西，像是旁边有车，我觉得距离很近，可是他觉得不会近，我就觉得快撞到了，我就会跟他讲，然后我说没有啊，对，没有啊，哪里有撞到？我知道啊，他说你屁啊，就是一直这种，好像纠察队，你知道吗？有人测速测速，然后我说。我现在开50而已，人家测速什么东西，更烦了。女生就是这种烦，跟我妈一样，念，那女生念在你旁边耳朵旁边，你就觉得哇，要爆炸，你知道吗？每天吵架。对，开车人是不是很讨厌旁边人？对啊，你自己不会开，不然你开啊。不然就20万拿出来，我当驾驶。我觉得我的生命，这个车上不止只有你一个人的生命。那你不要坐我车啊，我带你坐捷运，你坐捷运啊。闹事嘛，烦死了。买饭车，外带全面66折，66折。你要倒车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方便，因为它这边也照得到，这边也照得到，左边右边其实都照得到，很清楚的。可是你还是习惯用看的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已经刮到了，不会吧？你已经刮到了，没事吧？很有事，很有事，你的技术果然不行，你的技术果然不行。你的技术果然不行，这次不只是媒体手曝光，媒体手曝光，哇，超惨，哇，很大，哇塞，打掉啊，你这打到不行哎，电击嘞，这个是不是可以拿指甲油擦、啊？神经病啊！你刮到这里啦，吃饭，他崩溃了，一直叫大家吃饭。要不要买摄影师？没有啊，可以吧？哥都说买了可以回本。对啊，一定回的啊！我刚才就 A 到了。这不是，不要讲这种事，我都已经忘记了。你们在想呢？绝对没有在做效果啊！绝对没有，这不是效果，你搭自行车做效果干什么？神经病啊！来，我们到了，这次任务。大成功！虽然我有撞到我的车，没关系 ，OK 的。希望各位有机会可以多找我做乌龟，帮你送外卖。我真心难过。好，拜拜，拜拜。